大家好，欢迎观看本期视频。现在越来越多的家里面都养狗狗了，狗狗是一种非常懂事又可爱的小动物，经常能给我们带来许多的欢乐。当宝宝碰到狗狗的时候，两个小家伙都喜欢互相黏着对方，他们一天24小时都待在一起，因此他们之间的感情都是非常好的。之前呢，宝宝主动去亲狗狗，接下来发生的画面，看一次笑一次。网友看到后纷纷留言，就喜欢看宝宝和狗狗的互动了。宝宝和狗狗待在一起，经常会发生很多搞笑的事情。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这些有趣的画面吧。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喜欢的朋友记得点关注和留言哦。